行官，乌拉基已经到手了，地球联合理事会已经放弃了追击，我们目前驻扎在查尔星球的轨道上。Seratour，你锁定卡利斯的位置了吗？是的，我记得上一次在这个星球上感应到过他的能量，但是我们的感应器上显示，在他的位置上有一个巨大的起伏不定的能量信号，而且我无法确定这个信号的来源。 Seratour， 这很明显来源就是主宰脑虫全部出现在这里，肯定是锁定了卡利斯的能量，然后在周围建立了巢穴，很有可能那里会有相当数量的虫群进行保护，风险很大，但如果我们能快速而强硬地进攻，也许有机会穿过他们的防线，带着水晶逃离。各位，我有另外一个建议。既然主宰还处于成长阶段，我们或许能干扰他对这些虫群的控制。如果能对他造成足够多的伤害，也许能让附近的异虫暂停活动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有时间取回卡利斯。你的计划很勇敢，年轻的阿尔塔尼斯，你的勇气几乎能媲美塔萨达尔。你真是太夸奖我了，尊敬的塞尔图。我根本无法与塔萨达尔相提并论。真感人，听着各位，这些计划都可行，但我们不能浪费时间。我可以运用我有限的力量控制这里的一些异虫，为你们提供一点支援。但我们在这里待得越久，失去这两块水晶的风险就越大。没错，执行官，派遣部队吧。愿阿顿与你同在。
战神正在与敌人交战。
在接收，传输启动中。有何战斗需要？让我发挥作用。我已回归。我已回归。我已回归。你的战士正在与雪球战。Shut up.
的战士正在里面交战。执行官，哈利斯是我们的了，让我们赶紧离开这个扭曲的世界，返回萨古拉斯。如果还有萨古拉斯可回的话。